所以我们知道级数了吧？你他们有些人是什么呀？就是动口一族哦，很会讲啊，也是可以嘛，你就讲嘛。可是问题就是，那我们玩的就不一样，对，我们都是动手一族的，我们都自己去做的。你在那边分析分析完，分析别人的东西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就分析到我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是坐在，对不对？你这，哎，你是室内族的，我们是室外族的哈。